婆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暴力的事件，表达我们内心的伤痛，包括非常的难过。我们希望全世界自由万岁，人权万岁，和平万岁。高雄很关心华国，我们跟华国政府、华国巴黎市政府等等有很多的合作在力能产业上，所以今天我们高雄市对于华国发生巴黎不幸的事件再次表达我们的慰问的意思。